什么问题。今天我们要玩一个游戏，叫做爱的选择题，就是真心话快问快答。听起来就是残酷二选一吧？这什么？扮演2009年的修杰楷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修杰楷，今年26岁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修杰楷，今年36岁。3, 2, 1。修旅车，我很喜欢跑车。男人的梦想都是可以拥有一台属于自己的跑车，巴黎铁塔。单身公园昨天才去过，我现在很想看喜剧。如果自己演的话，我两个都喜欢，日久生情跟一见钟情，其实我都相信。日久生情，应该是我妈妈吧？肯定是我老婆啊。什么问题？波波还是波妞？都是我女儿啊。我蛮喜欢听萧敬腾的歌，《Baby Shark》。电影院吧。我家没有把自己状态调整好的时候，我会自己对自己比较有情绪，就是家里很乱，然后玩具都不收好，所有东西乱七八糟。我基本上算是一个比较硬的人，很硬当中带一点松。先跟我自己的家人告别，再选择一个人离开吧。肯定是我的最重要的家人，然后我们可以一起在同一个空间里面，就算世界末日，我觉得也不会太惧怕。有一种时空错乱的感觉，因为啊，也没想过自己可以重新回到过去，再扮演一次自己。最大的不同就是，爱的人变多了，多了很多可能10年前的我没有拥有过的这些家人。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还是爱这件事情吧，就是可以让我。选择变多了，然后可以拥有更多，我觉得爱很重要。生活当中的选择题都会是爱的证明题。